据新浪新闻消息，刚刚的啊，为大毛子的凉凉专门量身定做的这个就是刑事法庭成立了，524票对19票高票通过，欧洲议会决定专为普京设立国际刑事法庭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正道，是吧？要争论那些干什么？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啊！如果法庭判他有罪，是吧？人人都可以扭送，所以他跟他站在一起，就跟罪犯站在一起了。经过审判了啊，这个挺好，这是这个大快人心啊！终于快有希望。可以把这些个不义之人、罪人绳之以法。